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晴雯。还记得上周呢，在科隆展游戏时曾经出现的吸血鬼恶夜猎杀血链吗？游戏已经正式在 Steam 免费抢先体验喽，还不赶紧揪团化身吸血鬼，一起来相互厮杀吧！《吸血鬼恶夜猎杀》是基于白狼出版旗下《黑暗世界》设定所制作的桌游。最近，瑞典工作室 Shockmo AB 推出了同样世界观的大逃杀游戏《吸血鬼恶夜猎杀：血猎》，并在今日上架抢先免费体验。故事描述在某次背叛行动时引发了三大吸血鬼氏族之间的大战，另外呢还要对抗秘密组织实体会的歼灭行动。玩家进入布拉格广场后，将进行一场40到45人的大逃杀对战。三大氏族共计6种不同职业，且拥有不同技能与特色。与一般大逃杀游戏最大的不同，当然就是扮演吸血鬼这件事啦。游戏中的移动相当自由，像是全建筑攀爬、冲刺、滑铲、大跳等，还能透过感知能力探测凡人 NPC。若能吸食他们的血液，便能拥有其独特的 buff。但如果吸血的过程被发现，或是杀了凡人，就会触发血猎。此时玩家的行踪就会在全地图上曝光长达60秒。免费游玩又支援繁中，还不快趁即将到来的周末，揪你的好友一起来当吸血鬼喽！